年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年，我十一。抓住你了，你这个反的命还动啊！你喊五六七八，不是说让我在最高的台阶上给他们领操？喜欢吗？我警告你，给我爱惜点啊！上次四幺幺保黄五斗的事情明白？哥哥，你没戏拍你就回来，你去惹他们干嘛？我惹他们吗？我管他娘的什么四幺幺保黄，我咋了？人家一直都提到你表妹们放假了，那正好，爸爸这两天呢。也不去上班了。假设自己是身在别处，你就是你，你生在某个家庭、某个时代，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，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，并尊重它。